怎么你还怕别人知道不成？反正你爹都同意了，那也要收敛点儿。婉儿妹妹，婉儿妹妹，婉儿妹妹，啊，婉儿妹妹。我这不是耽误了妹妹的好事吧？姐姐说的这是哪儿的话？姐姐可是和柳伯父一起来的。哎，我爹去视察延误了，我一个人我去得紧，便想来找你坐坐。不过温伯父不是已经为婉儿妹妹定了亲吗？沈家那个废物也配与我定亲？幼年时我曾见过那厮，病殃殃的，看着就是个短命。要不是我爹说他沈家强盛富贵，怎可能委身让我嫁给这么个老鬼？妹妹不似姐姐家中做官，姻缘之事自有朝中年轻权贵可以选择，妹妹只有靠自己才行。宅子死过人吗？姐，要不然怎么可能那么便宜呢？你用那个房子干什么？哎，你就别问了。听说他们在开一些小玩笑。少爷，这是一种靠运气就能得钱的事情。方没有提及，我们走吧，猫叔。哎，这位公子，来都来了，何不赌上一把？筹码上桌，概不离场。你把它还给我。哎，赌场规矩，如果你想拿走筹码，就得支付给这位姑娘她想要的报酬钱财。所以这位公子，你是要给我钱呢，还是跟我赌一局？我劝你跟我赌一局。我哎，我的，你脖子抱我，拿拿来我的信。这个信对我来说至关重要，你要钱我可以给你，质量不够，我只正了门啊，姐。左侧再往上一点。这样。行了吗？好，非常好。哎呀，小心啊，豆豆。哎呀，搞好呢是两银子，够租下这个宅子。姐，嗯，你这文府的名字，是不是有点太不吉利了？这就是我的目的。目的？从现在开始呢，你们陪我一起演一场戏，让那个沈不言麻溜的离开此地，好好保住他一条小命。哦，我知道了，那个传说中的姑爷。沈不言，想要我的钱，必须得拿命换。啊！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温家的大小姐温婉儿，顺顺你呢，就是那个天天被我打骂的小丫鬟涂查查。那我了，我了，我了。你就演我的情郎。我，嗯，真的假的了？那查姐，谁来当那个温老爷和温夫人呢？啊，温老爷、温夫人，这不就来了吗？
小二，这附近可有一户温姓的大户人家。没空，忙着呢。公子，这是城里姓温的多了，不知道您说哪一家呀？就是那个卖药材的温家。你说那个温家呀？哎，温家大小姐，这位公子找你。我方才在门口便听到有人询我温家，不知所谓何事。哎，走马看波，概不离场。你就是温家大小姐温婉儿？你不正是昨天那位公子吗？温家大小姐知书达理，怎会出现在赌场那种地方？怕不是假的吧？假的？思君念君，终得一见，公子还不是忘了吧？定不相思你。还说你不负我，退婚不就是你提出来的吗？我只是想确认，是否会因为我家道中落，选择与我退婚？我实话与你说吧，我早已心有所属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不，我不信。不信是吧？滚！怎么是这个温子？温府啊，现在就是一个空壳，牌匾都卖了，随便找了一个便宜的牌子挂上，字都错了，也无钱更换。那也不能用这个字啊。你之前想找我讨回宅子，你看，现在这温府二字也配不上您。要不这样，我也不找您要彩礼了，您也别找我讨回宅子了。彩礼，我可以给。宅子我也不要。哎，算了，我实话跟你说了吧，其实我有情人，会稀罕你的彩礼。你要干什么？除非我亲眼见到这个情郎。好，我让你一次就死心。少爷，你不是打算退婚的吗？我现在觉得有意思的很。我不退了。啊！沈公子，就是你的未婚夫。是啊，他比你有钱，他肯为我花银子，支撑我们家生意。我跟查查呀，我们从小就是好朋友啊。但是我跟婉儿呢，从小呢我们就是情投意合。你这个小子，若是识相的话，就赶紧给我滚出王宅。